我是你今天的美籍老师啊，我叫啾啾。然后今天做的过程中有任何不舒服的，你就跟我说啊。好的。嗯，咱们今天化了一点淡妆，我先给咱们卸个妆啊。嗯。自己的睫毛好长呀，我先用洗面奶给咱们洗个脸啊。嗯，这个的话它是一个氨基酸的洗面奶啊，敏感肌的话它也是可以用的，对皮肤没有刺激。先感受一下这个程度啊。嗯。感觉可以吗？嗯，可以啊。嗯。
Thank you.
我一定要。